歡迎各位嚟到咧係 Richmond High 人造足球場啦。今晚咧又係呢個卑斯環足總50歲嘅冬季聯賽嘅時間啦。咁啊嚟到 Richmond High 球場啦。今日一場咧係兩隊相當接近實力嘅球隊，就係、是、萬德建築同對住咧係萬強隊。咁今日咧呢個萬德建築咧就係、是、打呢個白衫嘅，因為佢哋嘅球隊咧就冇第二隻色嘅衫，所以咧只係有白衫，所以咧今日萬強隊咧就要著藍衫藍褲啊。萬德建築咧係今季啊先至咧係從40歲隊咧就係、是、上到嚟打50歲，因為已經有好多球員咧係去到50歲嘅年齡啦。咁佢哋嘅成績暫時唔錯嘅，排喺聯賽嘅第三位啊。暫時係11戰有18分，咁而呢個馬興強隊咧就12戰18分就打多一場，就同呢個萬德就同分嘅。咁但係咧呢個萬德隊咧上場波就非常之好啊，打得。我對住呢個奧托曼咧，係竟然間咧大勝5-0，而佢哋隊中嘅靈魂咧，阿田咧仲入咗3球添。咁所以今場波咧，呢個萬強隊就真係要認真小心應付啊！咁由於萬強隊咧就係長期以嚟都係唔係咁夠後備嘅關係啊，所以你今日要11個人咧都要啦，係要落力去打啦，唯有。萬德隊咧係一支係嚟自呢個中國國內嘅球員嘅球隊組成嘅。咁啊有佢哋有部分球員咧都係做一啲嘅裝修建築嘅行業啦，所以就係、是用佢哋嘅公司萬德建築嚟係打嚟係報呢隊球隊參加。好啊，一頭槌一頂到落去，但係落咗咧喺阿盧家榮嗰度嘅。12號咧就係阿大莊，咪俾個咧係左邊。咁左右位方咧就係 Wilson 嘅，阿 Wilson 其實調咗去打左中場噶啦，因為咧後位咧就阿古文輝啊 Fat Crew 咧已經係回巢噶啦。好啊，俾阿大莊俾個波唔夠力，我對方有一球咧大腳解圍咗先。好啦，就俾咧係呢邊咧係阿72號咧攞到，再俾翻啊中間呢個好波之人嚟啦，大明好啦，俾到落去咧就係阿 Tony。咁呢位 Tony 咧就係曾經喺上季、下季咧，亦都幫過馬英強隊咧係做過外援噶，可以話係借用過嘅。好啦，又阿 Tony 咧就係個路數都好好嘅，雖然佢速度唔算好快啊。好啦，斬高波掉入去咧就係頂翻出嚟，龍門攞神咁啊喺中間接翻噶。咁馬英強隊咧上一場波咧就只能夠咧同呢個太平洋龍隊逼和0-0。咁啊，佢哋咧就近況就比較咧就反覆少少啊，嗰個表現。咁啊，今日方面咧，佢人手唔足夠嘅。咁啊，但係咧就有兩位嘅客串嘅球員坐陣啦，分別就係啱著住橙襪呢位阿 Josh Hong， 我同埋咧就係好耐都冇上陣嘅啦。咁啊，阿 Kelvin Low 打前鋒。咁另外咧就好耐冇上陣嘅阿 Key Leung 啊。咁佢亦都係今日客串嘅啫，因為早排咧就係好耐之前咧就因為腳傷患嘅關係啊，所以比較少踢波。好啦，呢波阿田咧俾啊俾邊個啦？俾到佢右翼嗰個位。好啦，解圍咗先啦 ，Fred Chan。咁今日有兩位啊 ，Fred 嘅 Fred Chan 同 Fred Cool 啊，呢個馬英強隊。咪 Fred Chan 咧就打呢個清道夫嘅位置啊，啱呢位鏡頭見到。咁而佢。個原本咧係打開一閘嘅，但係呢邊個左閘咧俾翻咧啱綁鞋帶嘅古文輝啊 ，Fred Cool 啊打翻，依家你冇出去咯，我以為出咗去啫。行冇喐下啫。咁佢就真係有後備啦，即係你後備啦。緊要，冇乜所謂，我都唔肯聽。係嘛？哇！呢個波係吹罰㗎，咁吹罰咗萬德嘅。咦，綁鞋帶綁咁耐啊！阿 Fred， 阿 Fred Cool， 搞掂啦！要等佢綁完鞋帶先開得呢個罰球嘅，罰球啊！啊 ，Alex 開啊 ，Alex Cool， 不過開得係曳啲喎嗰個波。好，俾翻落嚟咧就係落2號再去。好啦，阿海又包翻個波，阿海咧就打咧係右後衞。阿 Fred 咧俾上去，俾到阿 Josh， 阿 Josh 去唔去到先？都俾人逼一逼，不過仍然鬧得翻嘅。但係對方咧，因為哨得比較快啊，所以萬強隊嘅球員出腳真係一定要快啊！今日
出腳唔能夠有半步，因為慢噶。好，我幫係讓佢出界先，俾翻界外球嘅。阿閪準備打六十。哇，東通尼啊，漏得漏咗，慢咗追唔到啊！頭先個波。你溜弧度看不到。好，看球啊，頂出。Fat Chan 啊，鬥鬥俾啦，係啊，彭德升嘅諗住。好，中間咧立唔立到？立到啊，大莊，大莊又打中場喎今日。但佢打中場，佢能唔能夠分到波咧？好啊！哎呀，海嘅波炒粉啊，俾嘅時候，阿 L 撥翻後，似乎有少少唔夠力，不過仍然啦 ，Tony 又攞翻嘅。我最後俾阿 Fat Chan 一腳山出界外球。咁啊 ，Tony 咧今日喺上半場暫時嚟講咧都係主攻都喺呢個左中場嘅位置。好啦，攞翻個角球先啊！呢個曼德隊。喂，其實曼德隊咧呢隊波係唔易應付嘅，因為全隊嘅球員咧。全部都係啱啱夠五十啊，或者五十一二啊歲左右啊。咁啊，雖然佢哋唔係個個球員咧個基本根底都好好啊，但係佢哋咧勝在活力夠啊，爛扯啊啲波。咁啊，所以上一場佢哋咧能夠贏到 Ottoman 咧，真係全靠啊，全憑係阿田嘅努力啊，因為佢上場咧喺呢個左邊嘅底線咧係咁咧一條氣搶落去，令到 Ottoman 嘅後防係散曬嘅。我嗰場波仲贏到5-0添。咁其實現時嚟講咧，呢個五十歲隊咧，五十歲組呢個冬季聯賽啊，第二至到第五名嘅球隊咧，其實個分數係好接近嘅，大家都係爭咧係三分到嘅距離嘅啫。咁甚至咧第二位嘅呢個温哥華足協咧，都唔係領先好多分嘅啫。啊 ，Wilson 咧俾落去，又有少少唔夠力。彭德星右腳拐翻左腳，佢係左腰多噶。但係佢都去唔到嘅，你話省中咧對方嘅後衞。好啦 ，Kelvin 都壓翻埋嚟啊，壓翻俾阿 Kevin 盧嘉榮，唔夠力啊，俾落去，亦都再俾對方嚟生一生。好啦，俾阿七十二號落去，佢係打前鋒嘅呢個七十二號打開，不過睇佢嘅個基本底子就一般嘅啫，不過又係勝在咧夠速度難取啊。啊！俾翻嚟啊！盧嘉榮 Kevin Low， 前面有冇位俾啊？有，俾到阿 Josh， 不過 Josh 冇人幫佢啊！呢邊位，可惜啊，大莊都係攞唔到啊，力水大咗少少，又係對方嘅 Tony 啊，兩個逼佢壓就壓啦，不過仍然彈翻後俾曼德隊嘅球員攞翻，哎呀，留友喎呢波，咪呢邊咧就係阿 Jason 啊，留友啊，67號嘅 Jason。Jason 不嬲都係曼德隊嘅成員之一，不過咧就比較少踢波啊，佢就近呢一排就大莊好接過嚟右中場呢邊啊 ，Fat Chan 甩腳啊，彈甩腳咯，唔緊要啊，仲可以 hold 得翻。俾過嚟右呢邊咧就係阿右翼阿 Josh 俾翻咧係 Kevin。係啊，第二唔準撩上去，阿 Josh 俾翻佢。我中場節奏暫時都控制得住啊！呢個 Kevin， 咁啊 Kevin 同馬英強隊暫時咧，同埋 Fat Chan 呢邊咧都控制得住個中場啊！哎呀，有人買啊 ，L 買，好在咧係作個假身咧，呃一呃過 L 啊，係彭德星嚟嘅。再俾呢邊咧 ，Fat Cool 古文輝回後邊，哇，好危險啊 ，Alex。甩甩地腳唔緊要啊，俾翻過嚟啊，彭德星。好啦，斬入高波，阿田頂曬啦，冇錯。拐翻過嚟呢邊啊，俾曼德隊嘅球員攞翻。好啦，阿海都上嚟助攻。哦，撞人啊，撞跌咗阿海啊，撞跌佢嘅就係阿 Tony 啊。哇，不過幾係啊，呢下咧係。阿 Tony 咧用咗啲無情力咧撞落阿海度，我撞到佢個盤骨位對落嗰度少少喎，死啦！阿海咧好痛啊！咁希望佢冇事啦，因為頭先阿 Tony 嗰啲無情力咧都幾係嘅，無啦撞咗落去。咪呀，海咁硬淨嘅身手應該就冇事嘅，不過痛一痛都要咧，回回氣幾分鐘啊，點都要。喂，實咧五十歲嘅比賽咧，你都唔好話噶，真係好
啲波都幾難踢嘅，好多時特別對住萬德建築呢隊波啊，真係咧少，即係放鬆少少都唔掂嘅，真係。好啊，球證咧就吹罰咗啦，係萬德隊嘅 Tony 啊。咁啊，睇下海有冇事先。佢都撞到個雲精啊，頭先俾阿 Tony 咧撞到個盤骨位嘅時候咧，個頭咧就係個雲精位啊，攞落地啊。咪有少少咧，就係痛痛地啊，不過冇事。好，睇翻個波先 ，Alex 斬入去。哎呀，死啦！哦，好在咧，前邊咧係啱啱大莊執唔到雞啫。哇、哦，大莊一執雞都幾牙煙啊！啊，萬德隊呢個波。好，開翻個波出嚟先，咁啊，俾佢哋後邊咧再慢慢推上去。哎呀，俾阿 Wilson 截到啊，個波。交翻後啦，睇嚟要冇錯啊！俾翻彭德星，咦，輪輪盡盡啊嘛，彭德星呢波，咁啊大莊擠上去都係俾對方頂翻出嚟喎。好，再俾啦，就阿 L， 阿 L 咧就全隊萬德隊最高嘅球員嘅。我再俾上去，俾翻林茂路，但係咧係個波咧唔知去咗邊啊！大莊又俾唔到。好啊，對方俾翻後先，好啦，抓佢唔會追啊！我俾啊對方壓住，不過咧係冇事嘅，龍門攞翻。啊，放波波出嚟俾翻阿大明嘅，阿田。哇，今日阿田咧就被萬德隊，俾萬德隊咧就擺翻喺佢擺翻去咧就打呢、這個中堅位。今日咧就唔係好似上一場咁，佢就打呢個左翼啊，擺佢咧就穩定個後防先喎。但萬強隊咧就冇咗呢個射手咧，就係 Rico 啊，暫時上半場。可能下半場佢先至出現啊會。哇！呢個波咧係 Alex 掉入去都冇用啊，出咗界啊！啊！呢個萬德建築啊，先換人啊！嗌邊個出嚟啊？我嗌個箭頭出嚟話，唞一陣先。啊，72號嘅箭頭就暫時俾佢唞唞，會換多個後防喎，就阿 James 啊。咁呢個阿 James 都係好波之人嚟噶。好，開發波出嚟，彭德星又搶到。斬上去都唔係好夠力㗎啦，冇錯啊！果然係啊，俾龍門接住，咪又掟翻俾中間嘅大明。大明咧就係大連人嚟嘅，遼寧省嘅大連人啊，佢咁亦都係 hold 波 hold 得唔錯㗎。哎，呢、這個波係太大力，哇！個波又斬上去都冇乜作用啊，冇人走啊。稍為咧，大明啊心急咗少少呢個波。好啊，海又斬上嚟。咁啊 ，Kelvin 啊 ，Kelvin Low 就 hold 唔到個波。好啊，盧嘉榮係頂出個波，未出界啊，頂橫咗啫。好啦，睇下點先。阿海加腳，但解圍未遠。咁啊 ，Alex Chu 咧就頂翻轉頭。原來咧係萬強隊就將阿 Alex Chu 擺去咧就係打中堅。咁啊，頭幾分鐘咧就將個陣調咗一調啊，就擺阿 Fred Chan 打右中場。好啦，大莊去唔去到？大莊冇啊！哎呀，漏咗，死啊！好牙煙，去唔去到啊？呢個波阿 Joshua 搞掂，喂，點啊？點啊？唉，阿 Joshua 第一日落嚟咧，即刻有波入啊！咁啊，呢個波咧就～一個萬德隊嘅後防一個誤會咧，令到龍門出營嘅時候咧遲咗一步啊！嗰個波係啱啱俾阿 Joshua 喺個前邊咧，就係步到個位咧，俾一竇搞掂，1-0啊！俾阿 Joshua 先開紀錄，上半場14分鐘。咁啊，領先一球咧就會咁啊，會啖氣咧就係會順少少啊！暫時萬強隊。
唔係就萬德隊咧，係佢哋有時咧嗰個成績點解有時會係參差少少咧？就係佢哋嘅球員啦，嗰啲表現有時都係時好時壞，都係同萬強隊差唔多啊。萬強隊嘅表現有時都係唔係咁穩定，好嘅時候又好好，唔好嘅時候咧就係、打得唔太順嘅時候咧就會表現差啲。咁啊，暫時係領先一球嘅啫，呢個萬強隊啊，咁啊由阿 Josh Horn 嚟先開紀錄。咪十萬強隊咧，今日最緊要就打到一個穩手嘅後防啊！因為相信咧，萬德隊下半場咧將會將阿田咧可能會調翻上去咧打左翼嘅。咁暫時佢哋咧就萬德隊就穩手咗一段時間啦，不過都係最後都係失手啊！喺上半場14分鐘，因為萬德隊嘅球員咧就係部分球員個基本底子參差少少啊，唔係個個都係好好波嘅，所以咧打起上嚟咧就未必咁得心應手啊，有時。龍門羅神，我暫時咧就係冇咩壓力啊，打得對方未有咩射門，我對方係攞翻阿 James 啊，阿 James 係一開波咧係後備入替都係墮後少少啊，佢唔係好攻上去暫時。大明比雷啊，56號再比橫啊，好再擠上嚟，哎呀擠得曳咯呢波，個波係擠到塌咗 Q 啊，塌得出佢橫邊，好一個間外球嘅萬強隊，好啦一個撞牆，阿 Fred Cool 俾翻咧係呢邊 Wilson。阿 Fred Cool 啊，再俾翻佢，彭德星一個撞牆，彈翻俾阿 Fred Cool。好，最後俾阿 James 彈翻出嚟 ，Tony， 冇乜位去啦，一係俾後，一係就自己轉身去。我俾阿彈翻嚟中間，大明，唔夠力喎，又俾阿彭德星搶咗。好啦，阿田呢個時間咧就上嚟助攻啦，開始。看嚟又想用速度爆破，係咪咧？今次佢唔會咁容易咧，俾萬強嘅後防咧係俾佢過到噶啦。因為賽前咧，大家咧都已經係有個協議，就係睇住咧，就係阿田啊，唔使即係希望佢唔好咧係唔好俾佢咧喺個底線發難啊。好，最後阿海啊，將個波啊踢到老年咁遠啊，踢埋出到去場外邊隔下球啊！呢個萬德隊。耶，老哥用这个，用这个。咁落后乜？落下一球嘅萬德隊咧，就一定要咧係全力搶攻噶啦。因為始終落後都係冇著數噶。好 ，Tony 喺左邊，咦，好似踢腳啊，係啊，吹發海啊，踢到腳。順便開埋罰球啊，不過開得曳少少，哎，但係啊，羅神就打翻出嚟唔遠，哎呀，死啦！哎呀！哇！呢、這個波好彩啊，真係大話夠好彩啊！羅神解圍唔遠，俾阿56個光頭佬咧射埋去，不過唔受左腳啊，食曬西啊，完全射唔正目標啊！哇！呢、這個波都喂，你唔落場打波嘅，有啲危機啊！我唔落噶，我點落啊？我爭十年咯，我點落啊？啊！呢、這個波唔輸都夠運啦，呢、這個羅神。哦，接個高波上嚟，又係俾阿 James 攞得到嘅，撥過嚟 Tony。慢慢得隊好多時都係靠 Tony 啦，佢做波好啦，呢個波阿 L 彈過嚟，大力咗少少，冇錯，出界。受唔到個力啊 ！L 想同佢撞牆嘅，好快好快咁抌出嚟啊！大莊扛住個波，但係冇乜位俾，俾翻中間啊，中間阿海揼咗一揼，不過咧俾阿大明咧就係、困困佢腳，好快開喎、！Alex 會唔會急咗少少咧？對方頂翻出嚟，出界未出界，撈翻埋嚟，俾翻 Tony， 中間大明一腳擠上去俾阿 L， 而阿 L 可能追到喎呢、這個波，誒兜喎追到喎，阿 L 都有個速度噶，哦大腳炒佢遠啫，冇事。但係啊，可以留翻啊，因為自己嘅球員都係困出去噶，避免輸角球，攞翻個波先。
我照馬恩強隊咧，就係穩守翻個中場同後防啦，就冇走雞啊！相信。咪佢哋最主要嘅任務咧，就係要行住阿 Tony 同埋阿田兩個啫。只要佢哋控制得好嘅中場咧，就相信今日贏波都冇問題嘅，應該。咪實睇到呢個曼德隊嘅中場都有少少亂咗少少噶，俾波嘅時候。咪同佢哋上一場嗰個表現好似係爭咁折咁喎，見到呢個曼德隊啊，上場佢哋咧就係打到越打越順棍啊。咁打到咧 ，Ottoman 嘅後防同中場散曬啊！但係今日睇嚟對付曼強隊又唔係咁容易啦。彭德星一壓個半腰波，咪又對方啊散出嚟大莊，俾過嚟呢邊啊 ，Flat Chan 追唔追到？追就追到嘅，不過亦都有人埋啊！一個後腳冇咯，俾阿 Tony 攞埋。好啦，呢邊啊 Peter 嘅呢個係 Peter 再出入爆翻三俾過嚟右邊，右邊 Jason 攞唔到啊！Jason 可能太耐冇踢波啊，所以係未熱身得夠咧，狀態就未入啦，暫時未入狀態。好啦，又係阿田啊，哇！果然啊，未到半場啦，已經將阿田咧就係執上去咧嚟打攻兵啊！希望咧能夠靠阿田嘅速度去追翻球啊！啊 ，Tony 又俾佢去到啊呢下。好，執落呢邊可以啊，會有推人啊，哎呀，好危險喎 ，Alex。球證話冇事啊，雖然咧係有啲推人嘅嫌疑啊，但係 Alex 唔好俾人推罰。冇吹十二碼嘅波，好啦，再大家咧鬥去嘅時候咧，阿 Jason 咧就有少少動作就擁啊彭德星，反而仲吹罰咗 Jason 添。罰球開出咗啊，咁啊開俾阿 Alex。頭先佢唔輸十二碼都算好彩啦，呢個波。Flat Chan， 哇！想話一腳俾翻出嚟啦，困到對方出界啊！我見到旁邊咧呢個曼德隊都好多支持者啊，今日有佢哋後備啦，亦都有啲佢哋嘅一啲嘅死黨喺度係支持呢場波啊。其實上一場佢哋都有出現嘅，有幾個咧係啊特登嚟睇波嘅，唔係踢嘅。好，又係 Tony。咁啊 ，Tony 一箍波箍得都好好嘅啲波，俾阿 Jason 又攞甩腳啊！啊，阿田，阿田同 Tony 兩個咧喺上季亦都係幫助曼強隊能夠咧喺聯賽得到第三名嘅成績就唔錯啦，上年。但係冇辦法啦，今年因為咧係 Tony 啊、阿田啊同埋咧就係龍門老高咧已經翻翻嚟啊曼德隊。所以實力係難免有少少削弱咗嘅呢個曼強隊。好啦，高波吊入去阿田冇用嘅，俾阿羅神接住，抌出嚟俾阿海。有時間俾嘅，不過要睇下邊個空。哎呀，自己拖甩埋添。哦。球證又冇吹喎。咁雖然阿 Josh 頭先有少少係擋住阿大明嘅去路，但球證亦都冇吹。我 Jason 撥出嚟唔夠力啊，唔係好夠力，波落咗喺阿 Kevin 盧家榮嗰度。哇！冇自己嘅隊友走啲生位啊，所以俾咗落去又係俾人截咗。啊！大兵高波，啊！睇下會唔會爆落去啦？可以爆速度落去啊！阿田，不過俾人扛住，俾阿 Fred Cool 啊扛住咗。再左腳起腳冇用啦，個波咧生出咗啊，俾人。咁啊，今次佢唔係打左翼啦，就打右翼。角球啊，由阿曼德隊咁啊，順勢開埋角球啊，阿田。咁啊，開個地面波 ，Jason 再俾翻出嚟，阿 James 再射，哦，射到啦，係射到幾層樓咁高啊！完全唔中目標啊 ！James 射到，換人啦，換人啦，係咯。好啦，咁啊，趁呢個時間咧就休息之際咧，你可以是但啦，揾誒唞一唞先啦。
我唞，你落。哇！阿 Joseph 自動請英，想唞一唞。你唔係啊，因為後備阿 Key 咧就會一陣會上陣踢一踢。咁啊，暫時呢啲時間咧就中場都係要穩守住先嚇呢、這個曼強隊。暫時就係一球領先緊，不過呢個波係吹罰咗曼德嘅。Alex 開高波啦，開俾阿海呢邊。空甩啊！最後俾阿大明啊生出，好啦，換人先啦，阿 Joseph 出嚟唞一唞先。誒，你會嚟嘅？係，唔使好啦，阿 Key 係代替阿 Joseph 換入㗎。好嘢啊！好噃，好噃，好噃。唞下先啦，俾阿 Jo 唞下先啦。我唔記得帶碟出嚟啦。屌啊，海阿海去投你班啊！屌阿海，係啊，係啊，金毛獅王啊，伊斯蘭啊，屌信奉咗伊斯蘭教。係啊。贴住他，贴住他！哇！阿海留长咗啲胡须咧，就成个金毛狮王啊嘛，真系改下碌啊，改下形象啊！好，唔系又唔系换阿 Jo 出嚟嘛？最后出嚟唞唞嘅就阿 Kelvin 啊 ，Kelvin Low。哇！大明一个高波质太直啦，个波唔见咗你成排。系啊，有时有出嚟，有时冇出嚟。你都好少碌啦呢度。少咗呢個啦，好阿海，太多片唔得閒先。好啦，阿 Key 啊，俾翻後，麥 Key 啊打箭頭啦，太遠啦個波成晚冇嚟，有機會啊，大莊偷唔偷到雞啊？哎呀，都偷唔到啊！咪啊，龍門咧就出嚟已經封咗位。大莊再想話起腳咧，就仲有另一個嘅後衞咧，就係啱啱係攔住佢啊，所以起唔到腳，不過搏到個角球。啱啱換入嚟嘅 Key 咧，就係已經係有好一段時間就冇踢波噶啦。咁今日咧佢係客串嘅啫，因為早排咧就啲腳傷啊，所以咧係上一季打完下季打咗兩三場咧都因為傷咧而踢唔到啊。搣到冇嚟搣噶嘛？下半場嚟啩或者？即係未到。好，彭德星開出嚟唔夠力。好，頭槌鬧翻埋嚟，哇！呢個波都有啲危險啊！近處好在咧，龍門封到。今日佢哋又唔係阿老高守龍門啊，另一個球員啊守啊，今日。咪打到28分鐘，暫時咧仲係一球在手啊，馬興強隊。嗯。好，回翻後邊，咪唔好玩咁多啦。呢個曼德隊頭先有幾下咧，就係啲後防玩得太多啊，所以咧係所以俾人搶甩咗啊。Jason 直線。誒仲俾阿田攞到喎個波，放唔放到落嚟咧？放到，似乎有機喎，射到啊有啦，大明，哎呀，好在個波咧係去勢咧係慢咗落嚟，同埋個波咧曲墜落咧慢咗，個俾個意識就靚噶啦，不過咧大明個發個力唔夠，咁所以咧個波啊大明啊甩唔到啊攞神嘅，不過亦都射得唔錯噶，第一腳即刻第一時間射啦大明個波。好一個大腳啦，係解圍翻上去 ，fresh hand， 調過呢邊，調過俾阿 Josh 就撈翻去中間，好啊，大 Josh 食咗個位啊，再俾阿海，急咗啲啊，海呢個波俾唔正啊，個對方放翻過嚟俾阿 Jason， 大明就嗌佢啊，俾到大明。大明啊唔 hold 波啊，即刻一腳起啊！嗱，主要咧佢哋誒唔好俾阿田攞到波就得噶啦，喺個前面俾阿田攞到波就實咧爆你速度咧係入涉禁區射啊！盧家榮，哎呀曳啊呢個波，見到大明都俾到佢好啦，阿田有機會，哎呀佢唔射啊，執落嚟啊！點解阿田呢個波唔射咧？佢夠腳頭夠力嘅喎，左腳可以射喎，佢自己又唔射啊！嘥咗個機會啊！俾落去個左邊底線咧，就反而冇人走落去添，仲好啊！波落翻嚟啊 ，Joseph
睇通先俾啊！大庄就俾翻佢，俾翻 Josh。阿 Fred 就唔夠對方快啦，似乎冇錯啊。哎、但係又擔，啱啱係擔位擔得唔好啊！大明又俾阿 Fred 攞翻啊 ，Fred Chan 遠處有，哎呀，識啊，彭德星啊，攞唔住。哇 ，Tony 係呢邊中間攞到個波，放個地波俾阿田，呢下撞牆就其實曳少少嘅，不過唔覺意就撞俾咧係自己嘅隊友 Jason， 不過 Jason 又俾得曳啲啦。羅神咧俾個地波出翻嚟俾咧係阿海，高波掉入去，控翻落嚟阿 Key， 掹翻過嚟俾阿彭德星。Wilson 省到阿 Jason 攞翻個界外球。其實呢隊呢兩隊波咧，如果今日是打隊贏嘅話咧，就會追到咧同第二位嘅温哥華都要同分嘅。好啦，底線仲有冇啊？有機會撈翻喎。BCS 打少場啊？打多場。打多萬得一場。大家打多萬得一場。打埋今晚，大家同咩？係啦。琴晚清兵贏輸啊？唔好睇。因為而家佢第二至第五係好近嘅，佢分三分嘅啫。三四五就十八、十七、十八分啊嘛。係啊，係啊。好似廿一，好似廿一分啊。BCS 廿一啊，啊。清兵就廿。我啊，板強同温達又係十八啊，奧托曼十七啊。打奧托曼又少一場嘅。係係係，前面。我話 Josh 去唔去到？冇，省到係對方噶。咁啊，亦都省到對方啱換入嘅後備啊 ，Simon Lee 啊。呢啲我幫係嘛？Simon Lee 亦都係曾經喺上一個夏季咧，亦都幫馬興強係踢過幾場波嘅，所以佢對馬興強嗰啲隊嘅路數咧都熟悉嘅其實。好啦，等一等先，因為有位球員要綁鞋帶，加個球啊，係藍衫。過唔過頭啊？過到頭啊！好啊 ，Fred 俾翻後，阿海一個半腰波俾阿 Key， 拉唔實啊 ！Key 可惜個波都係有少少行啊，俾得上去。阿 Jason 俾翻後，我變咗側上嚟，力度啊冇乜噶，不過有準成啊。好啊，俾咗上去啊！阿田兩個都係行佢啊！阿田咧真係要兩個嘅閘，一個閘一個中間啊 ，Alex 行佢啊，先至可以咧解圍到個波。單係啊，古文輝一個咧未必行到佢嘅，真係，因為佢速度太快啊！我握個高波上，咁啊俾阿 Alex 係頂翻出。不過仲有機會叫壺啊！角球，角球啊！大明都有機會頂到啲頭槌噶，因為大明啲頭槌都唔錯嘅。角球啊，由阿 L 去開，誒、哎、真係有啲機喎，真係有啲機會喎！阿大明又頂埋去。啊 ，James 啊 ，James， 阿 James 撞翻出嚟，仲有冇得賣？解圍先啦、啊，啊！彭德星，哇，好危險啊！門前大混戰啊，頭先。大莊又頂翻出嚟，唔遠都仲未解圍曬啊！個波嚟翻 Tony 度，大腳兜翻後先，俾翻後衞，俾翻自己嘅後衞啊！好，再落嚟呢邊，又係接高波上，好嘢啊！盧嘉榮一再頂翻出，搶點搶得好啊！阿 Key。我、哦、回翻翻嚟，不過似乎唔係好夠力啊！阿海就夾硬要扮上去啊，因為對方埋有機會啊，彭德星有冇？哎呀，好危險啊！有啲起高腳嘅，有啲起高腳嘅象即係跡象啊，有少少想。我俾翻落去啊 ，L。我換翻埋嚟先，再彈中間，中間 Tony。走，往那里插，往那里插就有了。对呀、啊，咁啊俾人扛住，好啊，
大明再比上去，諗住阿 Jason 走嘅，不過 Jason 越咗位啊，可惜。唔係啊，大明頭先走得個位又唔夠空，所以令到阿 Tony 啊難俾佢啊，俾人扛住啊。Tony 亦都一樣俾人扛住啊。好啦，咁啊，猛強隊再換人啊。Wilson 又換出嚟，唞唞咁啊，將阿 Kelvin Low 換翻入去。Kelvin Low 就要轉個位置啊，打咗中場。得一個濕人啦，應該。而曼德隊咧就阿 Jason 出嚟休息，咁啊換翻呢個 Peter 入去，亦都係轉換下個位置啊。咁佢代替阿 Jason 位個位打咧又中場啊，又係。我接上嚟第一點咧係阿 Tony 搶到大明，我放過嚟又漏咗呢邊喎，死啦！有啦啩，哎呀，好彩啦！呢、這個波都危險啊！又睇漏咗咧，就係 L 啊！大遠角啊！唔係 L 射埋去個近處啦，俾阿羅神啊封翻出嚟。都大話教好彩啦！呢、這個波。咩？其實呢個猛強隊有幾下咧，都幾乎俾啦曼德隊可以追翻平噶。好，搞下球啊 ！L 揼前面，揼落嚟阿田個位。阿古文輝啊 ，Fred Cool 咧就係行佢，希望行到佢出界為止啦。波未出到界啊，但係仍然俾佢啊阿田啊行住。我截退出嚟，盧嘉榮咧係呃翻出嚟俾彭德星。Kelvin Low 回後有啲危險嘅，其實都我可以一腳炒翻上去。誒又吹罰，吹罰咧就係阿 Key 啊今次。是困到對方的呢、這個波係好開出嚟咧，就係 Peter 俾翻後猜下先，猜後咁啊，猜後咧，等佢順棍啲啦，先再做啊。我呃上嚟包曬啊，俾阿古文輝。可惜啊，呢個波咧係最後彭德星攞嘅時候攞咗出界，攞甩咗。A 輪好翻未 ？A 輪好翻啲，不過未唔打得，即係唔打得比賽。即係唔使吊住啊！而家嚇唔使。加個球啊！我抌出嚟，大莊追都追唔到個波，甩咗。Tony， 啊，接上去。阿 L 又有速度爆啊，爆到落底線，撈到出嚟啊，發達啦！咦，未出界喎、啊！頭正又睇唔到出界啊，啱俾阿 Fred 阿 Fred Cool 古文輝咧，係俾佢拿翻出嚟。哦，炒上去，有啲外西啊！唔係好可惜啊，最後係攞唔到啊！八三波。啊 ，James 啊，將個波俾翻後。咪使到誒曼德隊都唔使話太急嘅，雖然話落後一球啊，但係仲有大把時間俾佢哋追啊，所以佢哋而家個最重要都係穩定翻個後防同中場先啊。中場咧，始終佢哋啲波係 hold 唔到啊，有時好多時都係要靠咧就係 Tony 咧就係去做波，彭德星彈俾大莊，再橫傳 flat check， 呃到落嚟好靚啊，俾到阿海。不過面對住 Tony 誒，俾阿 Tony 扛住，可以俾翻 Fred 嘅 Fred Chan 啊，佢又死去喎，夾硬都冇乜位咯喎，佢嘅位，我嚟翻 Fred Chan 度，拍甩咗，哎呀，可惜阿大莊啊困，一困出咗界啊，好啦，睇翻出，好啦，出翻嚟，再斬，我搞嚟翻先。系啊，我接上嚟呢边，阿 Josh 去唔到，都冇啊呢个波，我一脚解围翻先，阿田，
啊，俾翻後邊咧就係阿光頭佬啦，點啊？哎呀，俾唔到啊，個波太犀利。當你。阿海俾翻落嚟啊 ，Fred Chan 似乎力水大咗。球星到啊！呢、這個球星到啦，球星。肯定入多兩球。啊，希望啦、啊、Rico 到場，哇！下半場咧就希望佢可以咧係穩定再穩定啲啊，那個軍心啊，暫時都係比較掹掹緊啊。而家雖然領先一球，因為暫時咧呢、這個猛強隊咧就係入咗一球之後咧都未有好鋭利嘅攻勢啊，暫時射門次數都唔係特別多，暫時啊。是把握到 Josh 的機會是在門前咧，執咗個叫執雞啊，半執雞的狀態射到一球1-0啊，斬唔起喎，海嗰波，佢係想斬定係想扮啊，唔知佢啦。好，門前咧係峨眉於頂嘅人馬踏閘之後咧，個波嚟到呢個右後防嗰邊，右閘位仍然都係咧係曼德隊嘅球員攞翻嘅。咦、欸，漏曬喎！阿 Peter 漏咗喎，曼德隊 Peter， 阿 Key 故意一漏，壓過嚟呢邊 ，Simon 呢就應該包到，冇錯啊！包到個波係刪咗出去，加外球 ，Josh 掟出嚟 ，Fred Chan 壓翻嚟中間，有冇位射咧？冇位射啊，可惜啊！好 ，Fred Chan 再吊一腳埋去，但都頂得唔係好遠啊咋？哎呀，個波線低咗，有啲危險。哎呀，好在個波射咧，阿大莊都唔係好夠力嘅啫。龍門都騰咗一騰喎，波甩得實，甩甩地手。咪又係一個漏後防咧，就係、是、曼德隊有個後防咧，就係、是、突然間跣腳啊，唔知點解。哇，個波俾阿大莊啊起到腳。始終大莊今日都係未係好入狀態啊！咁亦都有可能一個原因就係因為佢星期二打咗一場40歲即係麒麟嘅比賽啊，所以今日又係攰啲啊！睇佢款嚟 ，Tony 彈翻後啊，彈翻俾阿 Simon Lee。Simon Lee 係廣州人嚟噶，咁佢就唔係佢又唔係外省人嚟嘅，咁但係絕大部分咧呢、這個曼德隊嘅球員都係外省人啊。Peter 死啦，又甩！看嚟 Peter hold 波都唔係 hold 得好好嘅啫，真係見到 Wonder 呢個 Peter， 啊省埋去，省到自己後衞嘅，咁啊好似有少少省到人隻手啊，但球證就冇吹，因為睇唔清楚。好 Tony 攞翻啦，大明就喺個左翼位，左中場位，不過 Tony 睇佢唔到噶啦咁遠。哎呀！立唔立到？仍然有啊，俾阿光頭佬攞到。好啊，佢又再攞翻，扣翻翻嚟。咁啊，呢個光頭佬就唔係好快啫。佢又唔交後啊，想俾錢啊，都就係落波俾落嚟阿田，好啊，田都係哨落去，有冇機咧？哎，好在近處封到羅神。好，球證咧吹。長雞啊！結束上半場啊！我暫時咧，猛強隊咧真係好穩陣，暫時咧就係可以頂得住啦。呢個曼德隊嘅攻勢啊，佢哋都好多攻勢啊，曼德隊。我暫時咧由阿 Josh 就先開紀錄咧，就入咗一球咧，替猛強隊咧係領先1-0啊！暫時。咁啊，猛強隊仍然都係要謹慎地打噶，一下半場咧，對方可能會有一個變陣都唔出奇。我暫時可以唞一唞咧，就翻嚟下半場咧，睇埋餘下嘅精彩比賽啦。好，翻嚟下半場嘅餘下45分鐘啦。咁啊，曼德隊開波嘅下半場。下半場咧有幾個嘅調動啊，佢哋暫時咧佢哋係落後0-1。喂，戴頭箍呢位啊，72號都換翻入嚟噶啦。下半場好似好積極進取啊！暫時睇到佢哋，不過呢個波咧好似係手球咧，係咪？球證就吹罰呢個波手球啊！有曼德建築嘅球員。上場咧呢個猛強隊咧就喺14分鐘度由 Josh 先建一功啊，就係領先到而家啊！下半場咧換入佢哋嘅前鋒殺手89號 Rico， 增強個功力啊！希望可以。
唔係普選殺手啊！好啦，咁啊，幫我俾錢。好啦，係咪又用速度爆咧？因為佢又係呢個七十二號球員咧，又係好有速度噶。好啦，俾落去阿田。右邊仍然俾啦，係啊，盧嘉榮又扛住佢。我當然唔俾佢哨落去啦，睇住佢個位，冇錯啦。擋住佢唔俾佢咧，爆入去啊！大明，我俾翻落後邊，後邊阿 James 想遠射喎，有啲腳頭噶佢，射得正嗰啲啊！哇 ，James 係遠射能手嚟噶，佢都係佢打四十歲，曼德隊打四十歲嘅時候，佢都射過唔少嘅遠射嘅啫。不過射得正啲，俾阿 Lawson 就夠到啦，要幫阿 Key 俾翻落去啊！Rico 攞單人匹馬過咧就難啲啦。我最後個波原來吹罰阿 Simon Lee 就困腳啊，好快啊開出嚟啊！但球證都未吹雞，都係要開過，都唔係添啊！俾人哋罰球啊，因為開嘅時候咧 ，Rico 係越位啊。好開出嚟啊個波，我中間咧一彈。弹翻嚟后边，死啊死啊死啊！死得啦呢个波，佢唔解围就，果然落咗喺阿大庄度，半腰出翻嚟，个波啊弹落底线啦，冇用啦，已经出咗界先。喂，呢场波咧，如果咧系马兴强队能够赢嘅话咧。就有機會同呢、這個温哥華足協咧，就打到同分嘅啦，有機會。但係佢哋喺度會打多一場噶，所以分數上咧，只係最多係追平嘅 VCS。咁當然啦，如果曼德隊贏咧，就會係直接咧就係同呢個温哥華足協係同分嘅，都係打咁多場啊。就以得失球率有機會升上第二嘅，不過而家落後一球咧。就要努力啲啦，佢哋暫時。好，你幫我一腳高波咧，斬翻落嚟出界啊！馬興強隊波啊！好啊，阿 Fred Cool 俾翻咧大莊。好，俾翻落去，彈得靚噶呢個波啊 ，Wilson 啱啱未出界啊，人出咗界啫，波未出界。可惜係甩咗啊，喺啊！彭德星嘅腳下，嗱俾翻出嚟嘅時候又冇人接應翻啊！喺呢個中場嘅時候，另一邊嘅界外球咧就抌翻後啊！阿海，熄燈點熄啊？架車啊！哦，叫人得啦！哎呀，呢波射埋去睇翻先，爭啲啊有喎。哇！彈未彈得出嚟喎，哇！真係。可以有 second chance 可以有 second chance 好啦，呢、這個波咧就係啱啱咧就係馬強都要球員射埋去，爭啲中啊！頭先個波，中未彈高就彈翻落嚟。Tony 咧係五波去冇事啊。球證係俾得益，俾阿 Fred Chan。再射嘅時候咧，個波係唔係好發到力啊 ？Fletch， 好龍門咧開出個大腳，未到中場咧，俾人咧解翻落嚟。彭德星，好 guard 翻埋嚟，不過俾人咧係個波係俾阿大明係解圍咗。呢個波俾阿田落到去死啦！好彩咧，羅神出迎封咗啊！羅神唔出咧就麻煩啦，呢、這個波。波咧就啱過咗阿古文輝頭啊 ，Fat Cool 啊。翻頭啊 ，OK。啊，大明，俾落去啊！對方係一個後腳，哇，仲咁樣俾翻啊！咁危險嘅呢個波，擠到落嚟去唔去到阿田嗰度，都好似去到啊！咦，落到底線啦，俾阿田。哎呀，出翻嚟嗰波彈外柱出，球證又冇睇到，又冇睇到，好在再射啊！阿七廿二再射咧，就啱啱咧咬唔到腰射唔到啊！咁呢個波咧就係阿田咧就係
哨過咗啊 Fred Cool 少少噶，俾佢出到個波啊，中微打啊中柱啊打翻出嚟啊，喺個外柱啊都係有少少構成威脅噶。好，睇下呢個波點先。解啊解到圍啦，俾到咧係 Tony 啊。好，剁俾阿田越位啦，好明顯。喂，越咗好，越咗都好緊要嘅個位，越得好犀利啊！阿田呢個波。唔係阿田啊，上半場啊未出啲真功夫嘅啫，下半場如果一出真功夫都幾麻煩噶。對於呢個萬強都喺後防咧，又有好大嘅擾亂作用噶。哦，解圍咗一腳。两边，卢嘉荣俾佢嚟啊 ，Wilson， 可以俾啦 ，Rico 或者斩落去，都系斩落去就冇乜用啊，睇嚟。冇错，斩咗去啦，系网侧啊 ，Wilson。其实比 Rico 好啲嘅呢个波系 ，Rico 比较空啊个位。好龙门球啊！阿 James 开上去，攞到，抢到第一点，有靓位 ，Rico， 一过嚟啊！呢个波 Wilson 第一脚，我又俾阿 Simon 呢只哨到，细咧就系 Simon 呢一定系去晒嘅呢个波。好啊，俾人轉到身喎，誒、有少少棘腳，不過唔緊要啊。球證係睇到係得益，又係俾翻咧後邊阿 James， 哇壓過呢邊，高波吊上嚟，阿盧嘉榮鬥啊鬥得出界啊！呢個波係萬德隊嘅一個界外球。其實兩隊波咧，今季咧已經係第二次碰頭啦。我第一次碰頭咧就係好較早期嘅啦，已經係。第一次碰頭咧就喺呢個佢第二周啊！我當時呢個萬德隊係2-0贏咗萬強隊噶。我開始見到咧呢個兩隊咧身體碰撞都開始多啦，已經加外球嘅。咪仍然嚟講啊，暫時係萬強隊係較為主動啲。阿彭德星鬥上去又俾人刪到 ，Tony。Tony 想點咯？不過推翻翻嚟，大明咧又俾人篤甩。中場彈嚟彈去，最後大明誒撥過呢邊，冇啦，我波出咗界啊，過咗對，過咗自己有頭啊。阿 Wilson 俾後邊先啊，俾翻你阿古文輝。力水又稍微大咗啲，不過仍然有間外球攞翻。搏腳，搏腳，揾人搏腳得噶啦。好，睇下點先。Rico 咧想話搶對方嘅波，搶唔搶到咧？對方係行住咗。最後咧就阿 Simon Lee 啊解圍咗啊。抌翻出嚟 ，Rico。哦，斬個近處入。個波最後俾對方係扇咗出去遠處嘅底線啊！有角球噶，馬興強隊。我角球咧由金毛獅王啊，阿海又開，用左腳嚟開今次，開貼個近處開落嚟，哇！唔係咁樣射啊嘛，呢個波。會唔會係自己攞嚟搞咧？海呢個波完全喺冇角度之下咧，扮埋去。雲巴士頓喺七幾年嘅時候入過球咁嘅波嘅，可以嘅。七幾年？好似七幾年定八幾年啊？七幾年佢讀緊小學嘅，聽講。八幾年？你有冇睇我上網嗰球啊？哦，冇。係啊，嗰球仲攞命，嗰球連雲巴士頓都做唔到嘅，警司。在旁睇波嘅警司啊，
介紹下先要。好啊，我知啊。好啊，阿田咧又係爆速度。啊！要攔翻出嚟。哇！好在咧，就係阿盧嘉榮係佈置佢嘅位置。係啊，佢唔係佢好窄腳步射，要高我好高啦，佢要知啦。盧嘉榮。嗰陣時真係最威脆。哇！快啲放啦，仲唔放俾人夾埋啊？及時放出俾阿海啊！嗱，波啊，俾阿 Tony 擋到出嚟，攞翻添。哦，雲巴士兩股列字，朗盧高文。阿 James。我俾翻阿光頭佬再俾過嚟呢邊啦，呢邊啊七五號咧就咦扣喎佢，扣翻空再俾阿光頭佬，再吊遠處高波，羅嘉榮啊頂翻出嚟，好定好定好定，大莊，揾人幫佢，揾人幫佢係啦，好睇下點先，俾落嚟阿 Rico， 仍然係好，但 Rico 係冇人幫嘅呢個位，佢個位都係比較死啲。俾翻大莊壓蓋俾阿 Rico 靚啦，靚啊靚啦，不過 Rico 追唔追到咧？有扣翻翻嚟，不過 Simon 啲嘢都抱住佢嘅，係咪 Simon 啲嘢？唔係 Simon 啲嚟嘅呢個，我呢個另一個後衞。Wilson 斬中，哎呀啱啱過頭，仲有啊彭德星，哎呀右腳啊，點解？哎呀呢、這個波係咪急咗啲啊？急得滯啦，彭德星佢個位都冇人咧，可以扣翻個左腳再射得啦。太心急啦，彭德星呢個波，好靚啊！即係入波得錢啦。佢話位係完全係空嘅，但係佢係用右腳好急咁咧，嚟諗住射埋去，點知係吊高咗。好啦，阿田會唔會爆到速度咧？今日暫時佢嘅速度咧就爆唔到，因為俾人咧行死咗啊！佢啲位，阿海翻嚟咧回防先，對方再喺左邊落，好嘢！阿海爆得靚啊呢波。因為 Tony 咧就係有一個缺點咧，就係扣波。佢話呢場波咧，阿 Tony 咧啲波就唔話傳得好快啊，所以俾人睇死咗啲路。阿 Key 俾翻後邊，彭德星吊上去中間，中間頂曬應該俾人冇錯。再回敬一個球槌 ，Rico 假腳一拖，俾阿大莊就攝咗入去，不過冇乜位射啦。咦，作撞跌低，球證睇唔到，球證梗係。球證梗係話你咩啦，話你作勢跌啦自己。咁啊，球證睇得好清楚啦，咁啊，最後個波係俾角球嘅啫。萬德建築嘅球員係冇勾低佢嘅，佢梗係想搏懵嘅做搏十二碼啦。咁啊，當然作為一個前鋒啦，希望就係咁樣做啦，可以搏下懵咧，係呃翻個角，呃翻十二碼翻嚟啊，呃唔到。但係就攞到個角球，角球咧係 Rico 用個右腳開炒上去啊，近處落頂翻出嚟唔遠，龍門再一個手錘彈出嚟都唔遠，又係一個角球，咁啊都幾驚險㗎呢個波，因為曼德隊嘅球員咧就頂唔走啊個波，只係咧頂向高空咧個波咧係落翻嚟，冇錯咧後邊咧人馬踏雜多啊。呢下就曳啲啦，海彼得俾唔翻自己嘅隊友嘅。啊，龍門球開出嚟啊，曼德隊，但仍然落咗喺海度，後除咗一鑿，落翻阿 Tony 度，再俾中間阿大蚊。好啦，俾到啦你。睇下爆唔爆到速度啦，真係爆到個速度啊！俾阿田，哇！好彩，好彩咧就係啱啱補到位嘅 Alex Hu 咧，就係將個波咧刪到噶，刪一刪。中場打翻穩啲。咪上一場咧就係呢啲咁嘅情況啦，就係咧阿田咧就喺 Ottoman 嘅左邊嘅後防咧就爆落去咧，冇球員追到佢之後咧就俾佢咧入咗上場入咗兩球咁嘅同樣波啊射埋去。咁當然，馬英強隊咧就係知道有咁嘅情況咧，就今日咧就係起碼咧補到位咧，截咗阿田啲波先嚇，就算俾佢哨到落去。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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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再落去，啊，七十二號俾翻上後邊。好，俾翻光頭佬，想話咧俾落去右路位啊。阿田彈翻去，再留翻阿田。
啊，折入去。個波啊，貼門之前咧，就俾阿 Alex 係散出。乜曼德隊啊，暫時係用一個反擊嘅攻勢咧，嚟到希望咧係可以搏翻個1-1嘅平手啊，睇下有冇機會啊呢個角球。斬得麻麻地。再射埋去咧，有少少塌噶。好 ，Rico 咧就喺度翻嚟回防啊。Rico 咧由左走到右邊啊，翻嚟都要回防啊佢。Fletcher 一個假身手啊，呃過 Tony， 咁都係甩咗啊，可惜。好啊，海解圍。加個球啊！大明呢個波想點啊？大明又想扣，但係扣唔住啊！阿 Kilom 攞得唔敢去啊，俾阿 Simon 啲啊解圍。麥 Key 啊，始終都係因為腳係有少，即係一路都係帶傷上陣啦，所以好多波都唔敢話哨曬去啊。好，教个球啊，抌出，再嚟一球啊，对方又再困出。今次嘅位置系前少少 ，Fred Chan 啊抌上去 ，Rico 未拍甩个波，哇 ，James 啊兜一脚翻嚟，再呢个直线好嘢，阿海又除得到，不过仍然都系唔够啊 ，Tony 嘅脚长啊，脚长黏得住个波啊佢。再撩上去亦係冇辦法攞到啊！田阿海又俾得值得滯呢個波。我睇下點啦。哇！本來想俾阿祖嘅，但係就俾唔到。一個粒就係，粒埋有機會喎。但係好自入嘅，但係個波係喺網後面啊。咁啊，笠埋去啊！呢個波係諗住啊，龍門出咗形啊，出咗小禁區啊！咁啊，好彩呢個波咧，只係咧喺個網側出咗界啊！啊，呢個時間咧，曼德隊再換一個球員入嚟啊，換咗32號入嚟，就阿大明啊，唞一唞啦。暫時打到呢個18分幾鐘啊！曼德隊有好幾個攻勢但係未能夠攀平，暫時仲係1-0落後緊佢哋。俾翻龍門唔可以接㗎，龍門撥翻嚟去左邊，又俾翻 Tony， 吹罰咗阿海又困腳。好長嘅罰球啊！呢個曼德隊過唔到頭啊！阿 Key 啊，唔敢去曬啊，又係哇！唔好漏啊，呢波頭槌一漏，後面有人補翻，好在補翻腳。Rico 俾個波，但係阿 Wilson 就走失咗位，回翻嚟後面先，俾翻古文輝唔夠力啊，可惜又係過唔到頭。哎呀，這個後腳咧就俾咗落對方度啊！好，再抖一抖俾阿田彈過嚟，可以解圍先啦。阿古文輝要啊，冇錯。Rico 拖翻空個位先。Rico 咧就箍波過波啊，過得好好噶。遠處都冇人啊，斬去遠處嗰度。大莊啦，大莊個位啊！睇唔通啊 ，Rico 呢個波。好，阿海，你懂。哦，系啊，睇。阿海啊，今日好勤力啊。咁啊，系咁啦，喺前中场啊、中后场啊，甚至前场啊，除咗波啊，今日佢都算勤力啦，真系。
阿 Tony 一執，咦又有機會爆速度啊！同阿 Alex 爆住速度，推人，推罰阿田啊，冇錯。Alex 超嘅速度咧，同阿田啊差唔多嘅啫。所以要爆速度咧，阿田對住 Alex 超啊冇乜著數嘅其實。咁啊呢個波佢仲用手咧就是、推一推阿 Alex 先。我睇嚟今日咧，阿田用速度諗住過對方嘅後衞咧，都唔係咁容易啦。今日，啊 ，Rico 心口浪翻落嚟，一個後腳俾阿彭德升，有多少高張啊？彼得，但係左中場咧就欠缺咗一個人咧，上去就助攻啊。個波結果係彼得直咗，啊，仲有啊，彭德升死咗呢死位啊，再推。再俾阿 Simon Lee 解圍咗，俾個嚟呢邊，呢邊 Tony。好，又係俾咧就阿田噶啦個位，不過太大力。入到禁區咧，當然啦，羅神就係一定係出嚟封噶啦。我揾手掟俾阿海，省到人啊，又落翻喺曼德隊嘅腳下個波。啊！光頭佬俾落一個撞牆，仍然有自己隊隊友攞到噶。好啦，阿七又點？想過過唔到啦！呢個波咧已經係俾對方生出。Johnson，Johnson，Johnson。啊！呢個曼德隊咧將上半場調出嚟嘅 L 啊換翻入嚟啊！有另一位球員係換出㗎，好啦，咁啊，環萬強隊都再換人啦，咁啊，阿 Key 咧就唞一唞啦，要 OK 啊，第幾好啊，打得好啦，將阿 Josh 換翻出嚟啊，好啦，個波掉入嚟，喂，又唔係甩手係嘛？羅神真係，唉，真係呢個波有冇搞錯啊？羅神真係咁樣掉入嚟甩手，唉，話口未完就俾人執個死雞啊！真係慘啊！真係一比一，唉，真係輸得無謂啊！羅神呢個波，喂，其實羅神都唔係第一次㗎啦，已經係以前都試過啦，係救波嘅時候甩手啊！就漏入咗波，亦都試過啦。以前，啊就俾 Wonder 咧咁樣啊，俾呢個 Wonder 曼德隊啦，咁樣追翻一比一，唉，真係唔抵啊，真係領先咗咁耐，因為羅神一個甩手咧，俾人咁樣執到死雞啊！哇，會唔會因為咁樣俾人追翻一比一，佢哋嘅軍心會有啲動搖咧？咁啊要睇埋而家嗰個，即係睇埋呢下半場餘下一半嘅賽事，佢哋嗰個發展如何啦？真係要一比一啦，已經萬德隊啊追翻啦。呢場波如果兩隊和波咧，兩隊都冇乜著數嘅啫，其實，因為兩隊和波都係失，大家都失兩分啊，笠埋去，冇目標咁笠埋去啊 ，L 嘅波。老孙，往上，往上，上去啊！好啦，呢个曼德队咧又再换人，咁啊将阿 Jason 换出嚟啊，啊换入嚟啊 Jason， 我换出另一个系后卫啊，就将阿 Jason 打后卫嘅。好啦，阿羅神真係要小心啲啦，打得唔好再有啲咩甩甩流流啊！斬上嚟，落咗 Tony 嗰度。好啊，七五號俾落去，唔夠力嘅個波。乜 Wilson 啊，唔能夠解圍到個波。咁啊，波俾對方咧係困出噶。好，最後咧個波係阿 Fred Cool 解圍咗，界外球啊，曼德隊。
先跑，先跑，先跑，先跑。咁啊近嘅，俾阿 Tony。嗰兩個行嘅結果咧解圍到，不過解圍唔遠嘅個波係。三分啲掉入去，掉落嚟阿田個位，球正到阿田啊越咗位喎。好吹罰咗嘅個波係，咁但係咧係吹罰之前咧就 Tony 就俾人困低咗。哇！冇乜事啊，輕輕困咗一下，即係腳嗰度。我操！他老頭撕了三分，差點想五六。差點來給助威了。球證咧應該只係俾一個係公正球嘅啫，因為啲波都係五波啊，大家拍。咁就咧，曼德隊咧就將個波就俾翻曼強隊啊，以示一個體育精神。好開出嚟又落咗喺對方度啊！三分呢一執，執俾 Tony， 直線靚啊，有機會啊！阿田搞掂佢，啊啊！羅神啊，做翻場好戲先啦，封咗個波，好危險噶！呢個波俾阿田射到噶，好啊！再換人噶呢個曼德隊。啊！呢個時間咧，佢換得另一個球員啊 ，Leo Leo 入嚟啊！咁溜溜啊，係一個比較身形幾壓榨嘅球員嚟噶。咁啊，所以佢護波咧，應該會好過咧係曼強隊啊。咁啊，呢個波咧就係龍門球啊，波係應該就一早就出咗界先。啱門又嚟一個六十八號啊，溜溜，身形幾壓榨噶佢。哇！撞一撞都死啊！呢下真係。因為始終咧，呢個曼德隊有幾個嘅球員，一個身形係高大啦，同埋比較壓榨少少啦，所以行波方面咧係蝕底少少嘅。曼強隊係大莊解圍到啦，但係睇佢哋而家打得比較被動啦，俾人追翻1-1之後，咁大部分球員都縮翻後邊啊。哇！羅神大腳。都是過不了頭啊！我彈翻埋嚟先 ，Jason 俾翻後邊，最後一個 James， 好彈翻俾阿光頭佬。我趁阿 Jason 慢咧，呢個波 Rico 可以追啊，有機會。好在咧，阿 Jason 都及時俾翻中間咧，隊俾隊友解圍咗。哇 ，Tony 入，係啊，有機會啊！哎呀，死得啦呢個波！哇，呢個波真係危險啊！呢個阿 L 同阿阿田兩個埋，我亦好在咧，阿羅神就封到咋。哇！真係呢一刻啊，真係牙煙啊！見到曼強隊嘅後防好似散散地咁啊，真係有啲。我睇到呢個佢哋嘅後防個陣咧，係有少少開始係亂咗出現。出現在中間位咧，係好多時俾人咧放咗波入去 ，Tony 一再掉落嚟一個底嗰度，鬧到噶 L， 哎呀，腳長勝在，啊，懟翻後邊，但係大莊就俾翻 L 喎，將個波 ，Tony 拖空佢，咁啊再俾阿 Joseph 解圍咗，解圍唔曬啊，但係仍然喺阿田嘅腳下推落去死位。似乎仲有啊，係咪冇啊？出足界先啊，個波。好走落嚟，最後係困咗出界嘅 Wilson 啊。我通常氣勢嘅嘢咧，真係話好難 keep 得住啊！成場一路領先住個形勢，俾人追翻一球咧。個勢就隨時會逆轉嘅。好啊，羅神打得唔遠，你頂翻出嚟啊！波波頂咗出嚟唔遠，我哋加腳解圍咗先啦，快啲！哇 ，L 留翻後邊 ，Jason 再調翻後邊 Simon 啲，再推還俾阿 James，
由高波吊入去，但係都係清唔到啊！大波，好呃落嚟啊！呢個波啊 L， 靚波，咦斬到靚喎！靚波，唔好再甩啦！哇，又甩手啊！羅神，哎呀，收啦，哇，呢個波要吹罰啦，太危險啦！呢個波咧係啊72號咧就係試圖想用倒掛，咁係一個危險動作啦。當然，因為個波咧，所以個波就是。個腳可能佢困到阿羅神個頭添啊！你見到阿羅神啊，揞住個頭。依個波其實係危險動作嚟啦，對方。咁啊，羅神咧就俾對方啊困到個頭啊！哇，冇乜事啊，羅神就。咁係佢接波嘅時候咧，就俾人框一框個頭啊！哦，罰球吹罰咗，咁啊，猛強隊波，咁啊，羅神都唔係好斬得起啊！呢、這個波都係，我大莊啊，吊過嚟，好 Jason 咧一腳竇翻上去，喺阿溜溜啊，呃過嚟，彈嚟彈去。都想俾翻嚟，彭德星，哎，俾嗰個嚟呢邊啊，啱過頭 ，Rico， 彈到中間，中間大莊，好啦，執到過嚟冇越位噶 ，Rico 咧喺個左，嗰個左邊底線落，但係佢要扣翻出嚟，大莊冇位射啊，可惜 ，Rico 再去，咁啲後腳咧就唔夠力啊，哇，大家鬥拱啊 ，Rico 又扣翻出嚟。再推入去，不過最後咧都俾人咧困跌咗個波，困跌埋人龍波困跌曬啊！好啦，擋咗個波，哎呀，個波太 Q 啊！哎呀，好彩啊，田都處理得唔好啫。阿 Fred Cool 咧就太 Q 啊，想解圍時候，呢個波如果阿田咧稍微處理得好啲嘅話，都有機會入埋添啊！真係。好啦，海去到右邊，咁暫時我哋一勢咧就俾人就撳住咗啊，馬興強隊。好啊，海抌落嚟，落咗阿 James 啊 ，James 解圍唔到啊，個波有啲塌地。哎呀！哇，好勇喎，見到阿72號，我睇佢踢波真係得心口有個勇字啊，真係。阿田。好，握過嚟，越位，阿 L 越位啊，睇得到啊，啱啱，即係證明裝越位成功啦，呢個波裝到阿 L 啊，我打到34分鐘啊，即係話仲有11分鐘延長啊，咪紀錄啊改寫到1-1，暫時雙方。但係目前嚟講個勢咧，就曼德隊係比較好啲嘅，因為換咗幾個後備入嚟咧，就控制到個中場啊。阿溜溜啦，夠壓榨啊，攝到啲身位。阿 L， 冇位俾之下咧，個波係出界啊，界外球。順手再換人。阿 Jason 咧，順便啊，唞一唞先啦，換翻大明入嚟啊，呢個時間。咦唔係喎 ，Jason 抌架個球啫喎，係啊，係換大明入嚟啦，不過換另一個球員啊出去啊。啊 L 啊，竇入去，再解圍，繼續係曼德隊嘅界外球啦，今次係大明抌出嚟，抌俾阿田，阿超比橫有啲危險啊，唔夠力啊，唉、哎，又要想俾失咗，可惜。好在 Jason 咧就俾人扛住咗啊，冇辦法射到。啊 ，Josh 俾一個吊上去，哎呀，兩個同時間走啊，有啲誤會啊，個默契上。Rico， 好呃過嚟，阿 Josh 彈就彈到啦，但係因為對方後防好密集啊。
調過嚟呢邊有冇啦 ？Fast check， 好嘢石米，哎啱啱嚟兩個波位出界啊！呢個遠射都啱啦 ，Fast check， 可惜又射唔中嘅啫佢係。好啦，呢個波再嚟啊！呢個萬德隊攞唔到阿田，最後亦都好在俾人包到，大家鬥頂啊！頭槌彭德星，我彈落嚟大莊，食翻住個位先，太細啊！呢個波個距離 ，Tony， 好壓落左邊。哦，左邊有時間去啊，阿田。我推翻出嚟，我又得翻落去喎。佢呢個位都冇乜速度可以去啊，俾人扛住。好，加個球。好啊，又俾翻落嚟，有機會啊，阿田，窄角度起腳。咁啊，好在亦都係俾對方咧刪到啊。波咧就係阿 Fred Cool 係刪出界嘅。啊！一個角球啊！呢個萬德隊，好開到出嚟，仲有噶，又俾翻出嚟，係咪遠射咧？馬七二號以為佢遠射，扣翻出嚟嘅時候，點知個波係地波，咪射唔中啊！目標啊！臨尾幾分鐘啊，萬強隊就將阿 Kelvin Low 換翻落嚟啊，就係打左閘啊！我將阿 Wilson 啊換走，咁啊 Kelvin Low 呢個位咧，而家就要睇住阿 L 啦，因為 L 咧喺個右邊咧就係策動出波啊，咁又斷攬喎個波，跟住落嚟阿 Lewis， 咁啊 Lewis 係下半場咧啱換入嚟嘅啫，鏡頭見到呢個球員。又係搞嚟唔曬啊！再撻咗一下阿阿蘇，好 Jason 俾上去，係啊，好再彈落嚟有冇機會啊？都有啊！哎呀，咁樣射都唔入啊！大明，啊羅神都算好彩啦，真係。今日呢個萬德隊真係有起碼四五個機會入波啊！呢個波帶入嚟都幾驚啊！真係，好阿田再射埋去，唔中目標啊！啊！呢個波大明射得冇軟弱無力啦，真係咧，阿羅神都算執到啊！真係，個波已經係完全係後衞啊失曬位㗎啦，俾阿大明都任佢射㗎啦，差唔多。我點知阿大明喺個門前啊發遠蹄啊！所以馬英強對呢場波真係暫時講佢唔輸都算夠運啦，真係後防真係要做穩啲啦，真係冇錯啦，解圍咗先啦，阿 Fat Cool， 但係仍然都係對方咧係掃緊主動啊，仍然都係佢哋萬德隊啊，臨尾呢幾分鐘一路都就係撳住嚟攻。好啊 ，Hill 開出，快啲解圍啦，仲推啊！死埋添啊！再推好，俾阿海啦，瞒天过海啊，去到。冇啦呢下，俾埋去山包晒啦，俾阿 Simon 啲。Jason 再俾翻 Simon 啲。中间抢唔到唔紧要啊，仲有彭德星，但系冇力啦，彭德星已经攰啦，彭德星已经。好啦 ，Fat Cool， 中间俾阿海，左边有阿 Joshua 帮佢噶。我但阿 Jo 需要有人幫啊，個位 Rico， 我一個後腳啊，俾翻阿 Fat Cool， 斬落嚟 ，Louis 頂翻出嚟，彭德星有冇位射冇啊？咁啊，最後咧俾阿 Louis 攞翻個波嚟，俾翻自己隊友，俾阿 Jason， 仲有 Louis。好啊，比橫再一個高波壓上嚟，阿田嗰度。好啦，阿田咧又
又嚟玩速度啦！又嚟玩速度，俾出嚟，哎呀，可惜啦！咁啊，亦都系啦 ，L 又系把握得唔好啦，呢个位可惜，撞唔正个脚背啊，脚侧啊，脚内侧撞得正啊，靓啦呢个波 ，Louis 弹翻嚟 Tony， 咁啊睇得到啦，呢个曼德队啦系追翻球之后咧，佢哋嗰个中场控制晒，完全系。好，斬個波唔過頭，仲有噶阿田，壓翻出嚟有冇啊 ？Louis， 唉都有啊，都係，最後咧都俾啦，臨尾幾分鐘最後都俾我，然後阿光頭佬射嘅五號佬，俾個最後一撞，個波係喺個近處入，可惜啊，始終都係守唔住啊，馬慶強隊都係咧俾曼德隊咧係。再建一攻，二比一，反超前。哇！光頭佬嘅波可能咧就係成場波嘅轉捩點啦，射入呢一球波。剩翻咧三分鐘，都難搞啦！馬慶強隊呢場波真係。喺領先嘅形勢之下，一反為落後。我真係睇得到嘅，佢哋咧係失咗一球一比一之後咧，中場散咗，後防咧亦都唔係咁穩啊，打得。咪形成咧係曼德隊有好多進攻機會，雖然好多次佢哋把握唔到，但係最終咧都俾光頭佬搞掂咗啊！咪即係話，如果曼德隊呢場波贏嘅話咧，就會有機會同啊温哥華足協同分，甚至咧以得失球咧升上第二嘅啦，有機會。啊！罰球開出，彭德星俾唔到大莊啊！大莊同大彭德星兩個都冇力啦，開始。因為打足九十分鐘啊，佢哋真係冇曬力啊！好啊 ，Jason 俾得靚啊，俾到阿 L 有位出噶，扣翻出嚟。禁區頂冇人，哦，最後球證啊，吹雞啊，完場啦！曼德隊嘅球員咧當然開心啦，反敗為勝啊！最後。咁啊，憑住阿羅神一個嘅門前漏油，俾人追翻一比一之後咧，阿光頭佬咧再加球二比一啊，喺個臨尾，最後咧令到曼強隊咧冇受報啊，輸咗啊，可惜。曼德隊咧就全取三分啊，升上第二啊。我知曼強隊啊，最後咧得十八分，你沒事吧？咪仍然都係咧係排第四位啊。但係呢個曼強隊咧，就變咗打多咗奧托曼兩場噶啦。不過呢場波都係輸得唔係好抵啦，曼強隊因為始終咧，主要嘅源頭都係嚟自羅神甩手啊，非常係可惜啊。曼強隊輸咗，冇計啦。我始終啦，曼德隊都係憑住佢哋球員後生啦，年紀輕啦，拼勁啦，係贏波啊！咪亦都值得咧，係讚佢哋班球員嘅。始終佢哋都係後生有活力啦，真係。個曼強隊唯有啦，下次再努力過啦。我今日嘅冬季聯賽暫告一段落啦，我哋一留翻下次再見啦。體力下降了，他們啊。你们体力下降，对，你们还是年轻嘛，太紧张了，好吧，好好去，好去，好去，好，下次咧，我哋咧，再咧继续我哋冬季联赛赛事啊。